全部係挑剔翻嚟，所以根本唔對任何利益輸送。呢樣好緊要。我想仲想講，如果真係有利益輸送，審計署啲人都會查到啦，即係根本冇專職嘅辦法寫曬嘢，你就可以。我講咩都冇意思。Ice cream? Cookie 唔跳上去。Hello， 靚女，你叫咩名？你啊，我叫 Phoenix 啊。係啊，你好得意喎，你有一執執毛喎，好得意喎你。啊，打喊到。係咩？Hello， Phoenix， 望下我，你唔望我？咦，幾大個頭？其實你好細只嘅啫。